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无骨鸡爪，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去骨。煮熟后的鸡爪一定要过遍冰水，肉质会更紧实，更方便去骨。我觉得说一万次我爱你都不如做一次无骨鸡爪来的实在。调料在屏幕上，不喜欢吃香菜的可以不加，记得要做好笔记。最后加一个百香果，抓匀放进冰箱冷藏一晚上。酸辣爽脆的无骨鸡爪还没有骨头，真的是太棒了，快让爱你的人做给你吃吧。